我也给你交个底吧。是因为赵家，赵立春老书记。现在立春同志就有个担心，担心你这个反贪局长被谁利用，或者成为某些人否定撼动改革成就的一把刀。我不会被任何人利用，也不会为某些权贵人士去背书。赵立春是副国级干部，不在我们省检察院和反贪局的调查权限之内，可他儿子赵瑞龙没有特权，我们反贪局现在就在对他进行调查。不光是这个赵瑞龙，还有刘新建吧，就是立春同志前秘书。没错，昨天晚上我们审的就是刘新建。该您了，刘平。你说这件事蹊跷不蹊跷？你抓了欧阳靖，怎么就突然牵扯到这个赵瑞龙和刘新建呢？这个达康书记在中间会不会起了什么作用啊？要相信我们，这个案子除了法律，谁都起不了任何的作用。李达康这点还做得不错，迄今为止没有对我们产生任何的干扰。自从反腐力度加大之后，懒政的事情不少啊，怪象叠珠，怪话也跟着出来了。什么官不聊生了，为官不易啊，少干事情就不犯错误啊，等等。像你们这个孙连成这个，那就更精彩了。什么无私者无畏，不想生的就无所谓，这都成了警句了。沙书记，现在荆州的许多干部就是这样，他们天天只负责上下班，对于一些简单的工作，能不干就不干，能推脱就推脱，实在过不去了，召集大家开个会，大部分人同意了，就通过了。现在是高压反腐，人人担心成了焦点，事情干多了，那出事的几率就会高。从明哲保身的角度来说，宁肯不作为，也不能出事，这是现在许多干部的心理状况。所以，我们要加强正面引导，联合秦氏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做不到联，那是腐败；做不到秦，那是变相腐败。党的干部就是人民的公仆，在其位你就得谋其政。像孙连成这种干部，咱们就管不了吗？我看未必。要兼听则明，不要让自己形成一种错误的偏见。就说赵瑞龙吧，当真那么坏，豪取强夺？我看未必。这吕州美食城马上就要拆了，政府赔款1亿8000万，他全捐出来了，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我听了以后就非常感动了。那您感情也太脆弱了，这还感动？这难道不应该吗？这些年，他们赵家赚了多少钱？污染了月牙湖多少年呢？行了行了，赵瑞龙就赵瑞龙，别老是赵家赵家的。赵立春同志不归你们反贪局管？是是是，可刘新建归我们管吧。刘新建这个人问题很严重。哎，我正要找你谈这件事呢。一切到此为止，不要牵扯赵瑞龙和祁同伟。这祁同伟都跟你明说了，山水庄园他有股份，你还不明白啊？还要对你这学长死追到底？您别忘了，您不光是我老师，您还是在职的中共汉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你还知道我是你领导？吃螃蟹吧，快一点啊！
我昨天还跟组织部门的同志商量，我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工厂的产品不合格要召回，那咱组织部门提拔的干部不合格怎么办？是不是也要召回啊？召回啊，一定召回。中央提出来要严管干部，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我提出这么一个设想：各厅局级懒政不作为的干部，省委负责召回；各处科级懒政不作为的干部，由各市市委负责召回。召回来怎么办？重新学习，学习党章，学习我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还有个提议：学习班毕业之后，全部降级，一定降级。可以考虑降一到三级。像孙连成这种干部，他不是无所谓吗？连降三级，看他有没有所谓。沙书记，这个试点就在我们荆州开始吧。好，从你们荆州开始，取得经验，全省推广。吃饭吧，螃蟹好了，快吃吧。吴老师，我不吃了，我先回去了。你不吃饭了？啊？为什么呀？我给你做的螃蟹，跟他赌气是吧？别跟他一般见识，饭得吃啊。我真不吃了。说不吃就不吃啊？就是为你买的，吃完再走。行，不吃白不吃。对，不吃白不吃。他惹你，吴老师没惹你吧？快，还是老规矩，你三杯，我一杯。高老师，我觉得您不公道，这回偏心偏得太离谱了。这祁同伟是您学生，我和陈海就不是啊。您不能总帮着祁同伟吧？你胡说！要说你们三个，我最偏心的就是你。还记得在大学那会儿，你跟陈海竞争咱们系的学生会主席，我要不帮你，你能上？这陈海的为人谁不知道？公认的老大哥。那也是师母支持我。光我支持你有什么用啊？最后拍板的还不是你高老师啊？哎呀，要说最支持亮平的，就是我们家芳芳。当年他们三个人当中，芳芳最喜欢的就是亮平。都差点招位上门女婿了。这些说起来，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哎呀，这事儿都怪我，是我配不上芳芳啊。哎呀，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不过亮平，吃完饭，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嗯，好。吃螃蟹，你今天必须吃三个。哎，行，我吃。来，好嘞。这孙连成真不是个东西，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你说你这人，你也是，你要早跟我说呢，我就找李达刚书记反映，不就完了吗？哎呀，不是那个陈局长一直昏迷不醒，在那个医院躺着吗？我们不好意思麻烦您。是啊，不麻烦我，直接麻烦省委书记去了。哎，陈老，你看这样行吗？要不然我们把那个窗户关上，把那个跳板撤了。不撤，让沙书记啊。也看，让他接点地气。哎，沙书记他们过来了。哎，我跟你们说啊，见着沙书记一五一十、实事求是的反映情况，把孙连成怎么对付你们的都讲清楚了，听见没有？嗯，别见着当官说不出话来。终能不欢笑，旧日朋友岂能相忘？又一
地久天长。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不欢笑？旧日朋友岂能相忘，友谊地久天长，友谊万岁，友谊万岁，举杯同饮同声歌颂，友谊地久天长。芳芳唱得真好，怎么就去美国学生物了呢？真可惜。他不止一次和我说过，他是想当歌星的。好声音改变不了中国，也改变不了世界，还是务实好。哎，这倒也是。哎，我听说芳芳现在在美国生物界啊，都是著名人物了。当然。说起来，这个女儿，真是让我骄傲。一路奖学金读到博士，几乎没让我们操什么心花什么钱。哎呀，真的是我的骄傲，真的，什么时候想起来我都觉得我的女儿太棒了。听见了吗，李大刚？是孙连生还有一点责任心吗？他不想生就一切无所谓了？那他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干部？我看该让他走人了。咱们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不是养猪场，不能养这些只糟蹋老百姓粮食的懒猪。大康书记，你得负起责任来。我回去之后马上召开常委会落实，抓住孙连成这个反面教材，严肃处理一批不作为的干部。请法院的同志把这封条拆了，把大门打开，劳动者有劳动的权利。在光明区政府没有解决工人们的工作场地之前，这大楼不能拆，要让工人们光明正大的从事生产劳动。咱们社会主义中国，劳动者是有尊严。工人的股权啊，我们已经委托司法局的援助律师帮助他们去追了。涉嫌受贿的主管副院长陈清泉已经有咱们省检察院立案侦查了。司法腐败也得好好反一反。哎呀，现在啊，就是司法腐败后果严重。我现在我就担心工人的股权追不回来，有些人就得要采取极端行动。嘿，陈老，又听说什么了？现在有人就已经发下话来了，说只要是宁可进大狱，也要把蔡成功的脑袋给弄下来。待会儿到了地方，你们把车停在楼下等我。不行，大哥，还是你在车上等着，我们上。就是啊，大哥，你戴着个面罩，一看就不像好人，还是我们上吧。那好，我就不戴了。陈清泉这些腐败分子虽然被抓了，但是他们给人民群众造成的痛苦和伤害远没有结束啊。是，政府需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我们尽量。不是尽量，是必须，不然又得出事儿。您说的对，陈老。大哥同志，哎，咱们得尽量防止局部矛盾的激化，一方面得给工人同志们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另外一方面也得告诉工人同志们一定得按法律的途径来解决问题。您放心吧，其实我们已经这么做了，律师们很努力。这件事情
一定会解决好的。亮平啊，说起来，当年还是你成就了他，因为你拒绝了他，所以芳芳就放弃了做歌星的梦想，去了美国发展。真的，在某种程度上，我还要谢谢你呢。我，芳芳那年才高二，我怎么能答应啊？当时我就提醒过亮平，这芳芳啊，也就是个青春冲动。不是冲动，绝对不是冲动。我可以给你看样东西。还有呢？当然。行，你们去看吧，我得出去一下，还有个外事活动。高老师，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你。你还有问题？嗯，那就问吧，该说的我都说了。16天前也是在这儿，我向您汇报陈清泉问题的时候，您鼓励我，让我大胆的去办。您让我记住，我们的检察院叫人民检察院，我们的法院叫人民法院，我们的公安叫做人民公安。您让我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这是您的真心话吗？那当然是了，这还用怀疑？那我按照您的指示去办了啊。废话。老师，走吧。让你车回去吧，今儿用我车。啊，小钟，今儿你休息了。好的，高书记。说有什么情况要汇报吗？说吧。等到了山水庄园再说吧。反正该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也不在乎这一会儿。今儿会所就不去了，有什么话就车上说吧。可会所那边我已经都安排好了。就因为你安排了，所以就更不能去了。那咱们去哪儿？先上环城路。到地方我再告诉你。老师啊，您警惕性够高的，可别忘了我是您的学生啊。教出你这样的学生，我这老师就更不能书生气了。所以我安排的地方您不去，我的车您也不坐。那您就不怕我身上有录音器材吗？我车上安装了反监听设备，不信你试试。我可真服了您了，您比我这个公安厅长还厉害。虽说我过去是你的老师，可这些年你真的教会了我不少东西，比如说怎么防范小人和坏人。您觉得在您的身边谁是小人？你说呢？记得这把小提琴吧？这是当年芳芳过生日的时候，你们几个一起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我记得是陈海提议要买的，这钱差不多也是他出的。那个时候多美好啊！你们几个在我们家里高谈阔论，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我们小小的书斋里面到处是你们的欢声笑语。哎呀，至今难忘啊！我还经常来您这儿蹭吃蹭喝蹭您的课。我记得您给我们讲过海瑞，万历十五年，给年轻的我们很多的启蒙啊。万历十五年，你到现在都没还我这本书吧？哟，我又买了本新的。那看来我是故意不还的。哦，对了，我要让你看点东西。看看吧，这是芳芳写的一篇获奖作文，文中提到了你们几个，她说她最欣赏的就是你，最喜欢的就是你，拿回去看吧。不，我前天跟她视频的时候，她说了，要把这个东西送给你作为礼物，做个纪念。也算是对你们那段青春最美好的追忆吧。那时候的我们那么年轻，那么单纯，关键是还差点成为一家人，亲上加亲。吴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做了那么多，我知道是为了什么，我也都理解。可您也一定听说了，最近的寒冬发生了许多事情。郑主席今年多大岁数了？我59。好，就值了。好。哎，小伙子，你多大了？我今年35。35了？嗯。有孩子了吗？我正打算要呢。你的那个安置费也买了股权了？对对对，买了。你也买了股权了？哎，我也买了股权。啊，那这小姑娘呢？我也买了。你买了？啊，你哪人呢？老家在徐州那边。郑董事长，责任重大呀，你得好好带着大家办呐。是，那个责任啊，大伙儿也都给分担着呢。现在大家伙是吊着膀子拧着劲儿往前奔，你想啊。人人都是股东，对，就是一根绳上拴的蚂蚱，要穷一块穷，要富咱们就一块富。成立了大丰公司，新大丰公司啊，是，对对，新大丰。但是，也得要有风险意识啊，别以为成立了公司了，就一切都万事大吉了，还得适应市场，寻找市场。沙书记啊。您看，你跟我们也熟了，有机会您要给我们帮忙呗。沙书记今天的忙还小啊，把厂房都给你们要回来了。对呀，是是是，解决厂房是大事儿，不过也得有活干，是吧？沙书记啊，您看，我就看见咱们那个省委那么一大片宿舍区呢，哎，我说那得用多少保安呢？那就我们厂家，你什么意思？让我帮你推销这保安制服？哎呦，哪敢让您给推销啊！敢合适了，说一声就行了。这你哎，你就当成扶贫济困，这献爱心吧。陈老，别跟着瞎起哄，你这不是为难我吗？我怎么为难你了？哎，你们单位这保安不穿制服啊？你看陈凯他们小区那小区啊，那个保安穿那制服寒碜死了，难看死了。你看我们这公司出的这些制服，一个个穿上跟那个一当兵似的。我们这是物美价廉。我要是帮你们厂推销了，别的厂子找我怎么办？哎，这倒也是啊。你说这个困难的不止我们一个单位。如果我利用我现在的职务，现在的权力介入了市场，干扰了市场，往深了说，这不也是一种腐败行为吗？沙书记说的对啊，老百姓痛恨腐败，所以大家一定是希望沙瑞金书记和腐败划清界限。
不是，您不是了解我吗？我们也认识您。你看中国这个封建社会几千年，都是人情社会嘛。所以容易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是不是？我觉得还真得防微杜渐，沙书记。我现在正式撤回我的请求。哎，郑主席，通情达理，不像那个陈老啊。啥意思啊？你是说我这不通情达理了是不是？人家郑主席收回了，您收回了吗？你真收回啊？撤了。哎呀，那我也收回吧。我跟你说呀，就我们这个郑西坡呀，聪明有才，那谁讽刺的？当过工会主席，现在是董事长，还是个诗人，会写诗。哎呦，那诗写的好着呢。哎呦，还诗人呢？打油，打油，什么打油啊？你呀，给沙书记给大家伙儿背背你那首诗。不是，陈老，您别让我出洋相。哎，郑主席。达康书记，他的意思是说咱们俩肯定不懂诗。没有，来，大家鼓掌。看看。好，大伙儿也没听过，我给大伙儿念念啊。母亲的专列，这是您唯一的一次乘车，母亲。您躺在车肚子里，像一根火柴一样安详。一生走在地上的母亲，一生背着岁月挪转的母亲，第一次乘车去旅行，第一次享受着软卧，平静地躺着，像一根火柴。只不过火柴的头黑，您的头白，这是您第一次远行，就像没有出过远门的粮食，往常去磨坊变成面粉的时候，才能够登上您拉动的老平板专列。我和姐姐、弟弟、妹妹陪着您远行，窗外的风光一一的闪过。母亲，您抬头看一看，您怎么躺着像一根火柴？终点站到，车外是高高的烟囱。写得好。呀，沙书记啊，这是我给母亲写的诗。老人家在世的时候，从来没有进过城，也没有坐过火车和汽车。一直到他老人家故去了，送他去火化的时候，才第一次老师，您是不是觉得我就是一个小人呢？我特别想跟您聊得透彻一些，我真的不是小人，
我就是一个从农村里边上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平凡凡的人。你不平凡，祁同伟。你现在是省公安厅厅长，还差点成了我推荐的副省长，你平凡吗？是，如果沙尔金书记不来，如果您当上了省委书记，这一切的确是有可能。幸亏我没当上省委书记，你没能如愿。如果你真当上了副省长，那汉东的老百姓真要遭殃了。今天在我的家里，你那位学弟侯亮平还说起过，自从你当上了省公安厅厅长之后，你把你那些七大姑八大姨都安排到位了，有些事情你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居然被你安排做了协警，去看管什么停车场，有这事儿吗？老师，其实在中国就是这么一个人情社会，您想想，我上来了，我能不管我下边那些个乡亲们吗？所以梁鲁说我被你蒙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你身上算是应验了。你下边是不是还打算把你们村里的野狗都安排到公安局当警犬，也吃上一份皇粮啊？想吗？您开玩笑呢吧，高老师？你看我像跟你开玩笑吗？你让我太失望了。可是老师，您应该知道的，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努力，我一直在奋斗。什么奋斗？你说的好听，还不如说玩命的向上爬。往上爬也是奋斗。说的没错，官场上谁不想往上爬呀？但是奋斗不能不择手段，更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懂吗？老师，我从来没有想过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任何人的痛苦之上，尤其是您。我是没办法。您就说，1月12号那天晚上，您让我去汇报工作。上离境，一分钟都不要耽搁，快！这个紧急的报警电话打给高小琴，让他协助丁义珍及时离境的话，陈海、季昌明、侯亮平他们不会痛苦，但是老师，您、高小琴，你们会痛苦。老师，您知道吗？我正是不希望您有这种痛苦，我才铤而走险。说你是个小人，你还不承认？事实证明，你祁同伟就是个小人。你向丁义珍报警的时候向我汇报过，你没有，现在却来告诉我，你什么意思？明摆着是在套我，非把我拉上你们的贼船不可，是吗？那是您误会了。误会了？你的这位老师正在演绎一个现代版的《农夫和蛇》的故事。您要是这么说，这话可就伤人了。老师，您不是那个善良的农夫，我也不是那条蛇。1月12号那天晚上，是您在那儿主持会议呢。李达康、季昌明、陈海他们都在。您说，在那种情况下，我怎么去跟您报这个警？我总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去咬您的耳朵根子吧？你向我透过一点风吗？您怎么还不明白呀？我不向您透风，正是为了要保护您。否则，我们不就真成了一条贼船上的了吗？
如果侯亮平不来，如果不是侯亮平在那儿步步紧逼的话，老师，这些违法乱纪的事情我永远都不会让您知道，而且将来计划真的是出了什么问题的话，我也是自己扛着。亮平啊，你真的要和你高老师这么犟下去吗？他不是为了他自己。你记得你上次来说陈清泉的事儿吗？他不也支持你了吗？陈清泉是他最喜欢的秘书，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是啊，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次一提到祁同伟，高老师竟然会这样。那是因为祁同伟是他的学生，他的爱将，是你的学长。那陈海呢？陈海难道不是高老师的学生吗？吴老师，您知道我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吗？那就是同门相残啊。但是你并没有坐实祁同伟犯罪的证据啊，而且我不相信一个公安厅长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不方便再透露更多的信息了。可是祁同伟和山水集团之间的关系，您会一无所知吗？吴老师，您别说了，您还是去劝劝高老师，让他再好好想想，别上了祁同伟的套。算了，我也不掺和你们之间的事情了。但是实话跟你说，你高老师现在是身不由己。亮平啊，今天咱们关于你们之间的事情谈话就到此为止。但是下面我想要拜托你一件事情，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你说。不管家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故，出了什么大事，我都希望你能够替我照顾好芳芳，因为她是我全部的希望和寄托。放心，我答应你。谢谢。老师，有些情况我必须跟您实话实说了。丁义珍知道的秘密太多了，如果他进去，恐怕有一大批人要倒霉。别的不说，仅高小琴这些年给丁义珍这些官员的股份分红，就足以摧毁整个的汉大帮。高小琴胆子这么大，你告诉我，他高小琴这些年背着我干的这所有的事情，是不是都是打着我的旗号？您的旗号还用打吗？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高玉良同志亲切地接见著名的年轻企业家高小琴，你们那个照片一直在山水庄园挂着呢，马上都把他们取下来，马上！别再给我惹麻烦了。我倒是觉着那个照片啊，先别动。高小琴现在人在香港，暂时不会有什么事情。可是如果您把那照片拿下来的话，别人就会认为高小琴出了大问题，否则怎么会连您都急着要跟他撇清关系？别把什么事儿都往高小琴身上扯。好，不扯。祁同伟，不要总是自以为是。侯亮平，你应该了解，他早就盯上你了。他已经和赵东来联手，正在彻查陈海的车祸和刘庆柱的死亡案。据说调查已经逼近了事实的真相。这个情况呢，我清楚，所以我今天才来找您做这个重要的汇报。
另外，你对陈海怎么下得了手呢？我难以想象。你可是陈海和侯亮平的师哥，你们三个是兄弟，情同手足。我跟您说过，我没办法。厅长，坏了，咱们的财务处长刘青柱犯病了，他在公共电话亭给陈海打了个电话，说是要举报咱们，而且在电话里他已经把你和赵瑞龙还有刘兴建给泄露了。确凿吗？确凿，我刚和赵瑞龙通过电话，刘庆柱现在已经被他下面的人控制住了，账本也找到了，但是现在关键的问题是陈海，您那个学弟。刘庆柱确实是给反贪局局长陈海打了电话吗？你没有搞错。没搞错，刘庆柱自己都承认了。厅长，现在最关键的问题，你得赶紧给陈海打个电话，不然这事就麻烦了。于是同步以肩上的职责，听一番枝繁叶落，看一幕檐下交错，此时此刻情同手足在侧。与谁同我以心中的执着，听一声青梅永乐，看一片繁星闪烁，此时此刻爱与永续你我。以人民的名义赋予你生命的尊严，奉献的权利，旗帜打心底，令人争气。以人民的名义托付你，权杖的重量，勋章的意义。当一切尘埃落地，喧嚣归矣，一颗心情归故里，潇洒落笔。以人民的名义赋予你生命的尊严，奉献的权利。当所有万马奔腾，蜉蝣升起，一口气心情归故里，潇洒。